你回来了吗？吃饭呗。我吃，吃饭了。张下来。干啥干啥，别老叫。你就行了吧？啊，你可带劲了吧？你现在又熬啥嘞？不是好好说话吗？昨天他喝酒喝了半夜，我家背上来的，你不知道吧？都这人样，我跟你说，我等会儿剁个账。他啥喝酒了？我都知不道。昨天晚上喝的，我没喝多少，主要我酒量太差了，两瓶啤酒一喝，醉了。妈，他喝酒都喝酒吧，他还找昨天我不知道谁给我打的电话，还一个男的送他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同学，男同学跟他们一块喝的，人家叫的车，然后晃着走了，那跟他听着不得花钱吗？那人家不走了吗？你啥同学啊？你男同学，你天天天你还喝一把就给我出去？要吃饭咋了？啊，那有啥？就是那有啥？嗯，他去吃，他去吃啊。我看见他，我先给他两把，我先气了一脚，我只要打他一顿不中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趁我喝多了，你火了？我这脸到现在这还有点疼呢。他喝醉了，你也不能打他，你叫他弄过来不好了吗？我看见昨天他那个样子，我想呼他的脸，我都那呼的还轻，我应该扫脸啪啪啪啪个大滋个大中。你有毛病吧你？你趁我那，下次你要是喝醉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要趁机会，我给你狠打一顿，给你脸打肿。我打你都是轻的，我跟你说啥，而且都是你这样的，你还给人家男的去喝酒，你别回来呀、啊、你就。那你不是跟人家女的出去喝酒了吗？我管你那天没有。你哪来的？你哪里都没，你不能打他剁他哟，你这能打啥来？你打这人能啥？你有毛病吧你？好了，别打了，打啥呀？你剁一脚疼不疼？疼不疼？我问你。你要打他能啥？啊、嗯？你都会打，会打人，你不是慢慢说吗？我给他慢慢光说吗？你看他像慢慢说的不像。哦，你不是哦，你不是好好的说，你打他能啥？你说，啥话都好好说，不能打人。那我还想剁他。你剁他，我不愿意你再打他。嗯，你那这铁你打了这个打那个。我都喝了酒，你也不至于跟人打我吧？你喝醉酒的时候呢，我还跟人好心伺候你，真是白眼狼，好心当驴肝肺都是。你再给我嗷一个试试，你信不信你还得挨打？你闭嘴！别再嗷了，嫌我啥？你嫌我？